主料：油菜300克，豆卷200克，辅料：盐、麻辣椒油一匙，味极鲜一小匙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卤豆卷切成段，油菜焯水过2滴水，将豆卷和油菜放在一起，加上一勺麻辣椒油，加上一小匙味极鲜，适量盐，拌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卤豆卷本身有一定的咸味，盐要酌量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